Hello， 现在遇到同学。Hello， 遇到倩怡。好高兴遇到宪堂。对啊，很难得啊，竟然会在这边遇到。真的，完全没想到。我们已经毕业多久了？这10年了吧？10年，超过了啦。对啊。对啊。开心。我刚刚还认错了。你不是认错，是我不敢认，因为我觉得是你，然后我怕认错了。所以我就先问一下，是不是保友还是什么？是因为戴着口罩的关系啦，对，因为戴着口罩，都是口罩的问题。对啊，我前天，前几天我才跟那个包子联络。哦。对啊。对。对啊，他说他去念书。要去念书了，又要出国了。对啊。今天才在跟他，都还没跟他碰面。今天原本他要过来找我，因为宝兄说他来驱油，因为怕疫情的关系，又不知道去哪里，然后想要等疫情过后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打招呼，那个是跟着谁？那个是哈啦。他很喜欢安全帽，一直戴。对啊，这是他安全帽。然后昨天拿新买的安全帽。新买的、哦。对啊。哇，自己挑的吗？对啊，他自己挑的。爱不释手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拜拜。